男生女生合作跑酷。地瓜，你愿意迈出我们信任的第一步吗？地瓜，不愿意。走啊！哎呀，程毅，你怎么也这样了？哎呀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难建立了。程毅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俩信任崩塌了。好吗？姐妹没法做了。我信任你啊！不要搞我啊！莫云啊！谁愿意信任我？我。我愿意信任你，但是我不愿意信任地瓜。快走！哎，等一下，兔八哥要来了。这每次我们一玩的一半，兔八哥就要来重开，真烦。男女合作跑酷，男女合作跑酷，男女。愿意把你的第一次信任交给我吗？谁呀？这个兔八哥。兔八哥，你什么情况你？你来怎么就打人呢？别以为你到墙角就不会被打了。拖把哥被下去，拖把哥被校园暴力了。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我给你们。莫言，我踩你走。啊，小叶妹妹让你走，快走！小叶妹妹站稳，走着。啊！小莫，快渡我过河！拖把哥，快走！哎！地瓜打我！哎、地瓜打我！没有，快走，快走，地瓜，快走！地瓜呀，过了！哦，没事，我也过了。啊！我也啊！我也过了！高八哥，快！全被拿了。我们加快速度。哎呀，高八哥！你们三个在干啥？给我表演跳楼是吧？你们三个。哎呀，狗地瓜，我揍死你！快走，八哥！快走，小叶妹妹。啊！哎呀，挤我干啥？哎呦，谢谢八哥。小莫我。啊、快走，八哥。看我，莫渊。莫渊，看我。你赶紧回来。走了走了，地瓜快走，我接应你。Nice，就是这直接过。哎，这个方块怎么还在那儿？哎呀，这个兔八哥，你咋就给男生丢脸呢？啊，还得来接应你，快走！你看地瓜站着，他想坑。喂！哎呦喂，我这边卡。啥玩意儿啊？走，小叶，小叶。快走快走，八哥要让他们女生赢了，快走！老地瓜给我站住！搞啥呢？快走，八哥！何才？快走！哎呀！算了，谁都不等了，谁上直接走！快走快走，小叶妹妹，快走！哎呀，小叶妹妹！哎呦！哎呀，可把地瓜着急了，找小叶妹妹，咱们俩过关，走走走！中，小叶妹妹胜利近在咫尺。哦，让我看看，有个制牌，最后一关，你干啥去了？外面有个箱子可以拿东西。来了来，小叶妹妹，啥东西啊？名腿。看好了，小叶妹妹，最简单的方法，直接走着往过扑。哎，这样的话，你即使菜也能过来。学会了吗？不，对。你无语，走喽，直接通关 ，nice！ 幸好找找抛弃八哥，让我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，小伙伴们。第一关，哦，愚蠢的年轻人，看你这么惨，给你认个弟弟和妹妹的机会吧。我很惨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才不认呢！哎，后边继续下，执意不认，请走最左门啊，死鬼，最左边啊、就是热个毛，走热个毛。哎呀妈，这么多毛呢？这么多毛够不够？作者送你一个表情，自己体会，就是粉丝表情包的第四个。我说热个毛不是这个热个毛吧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来、哎，这里有个箱子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哦，一张信纸。想出去，自己贴着墙找线索吧。
这个情景们看起来怪怪的。舅姐，你信不信拿我当瞎子？我们就……哇哦！我丢，这意思必须认一个吗？认妹妹弟弟没有礼物怎么行？粉丝一个点赞，必须拿一个啊！什么礼物啊？还必须拿一个？嗯，粉粉你们别点了，别点了，再点都得拿走了。哦，还有一张信纸。听说没点赞的粉丝下周一作业扇贝。哎呀妈呀，小伙伴，这个作者可太邪恶了！为了你们作业不是扇贝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反正又不是我写。话说认哪一个呢？弟弟就算了，要认也得认个妹妹，是不是？认弟弟干什么？哇，一条小小道。作者，你告诉我这是妹妹？嗯，这是妹妹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箱子，还是一张信纸。怎么样，这个妹妹你喜欢吗？粉丝一个点赞，她就当你一天的妹妹，能折磨一天是一天。你们可别点了，别点了。继续走。就知道你个抠货，没把礼物送给妹妹和弟弟。啊？哦对哦，这不是我抠好吧，这是忘了。那就用他们过关吧。过什么关？第二关，帮粉丝找姐姐和哥哥。难度很大，你要忍一下。这啥呀，这个纸牌？粉丝一个点赞，自觉拿一个，帮助可爱粉丝找到你们心目中的帅哥哥漂亮姐姐。给粉丝找哥哥和姐姐的装备待遇咋区别这么大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走吧，前往下一关。哎，这是个啥？这里没有神器。切，神经病，谁要神器啊？我们走，先保存一下复活点。上刀山下火海，粉丝的点赞你就敢？粉丝点赞我都不敢呀，这是啥呀？这是，好吧好吧，既然你们点赞了，那我就委屈一下。哦呦哦呦，吓我一跳！好家伙，这个作者阴险呀！哎，这咋过去啊？这，这啥？没事，哭一个就过去了。我会哭吗？我们有道具，来，我们找个地方放一下。哎，我六黄金沙呢？咱们刚刚路过门口，是不是说？有神器啊，这有个箱子，啥呀？孔雀石块、棉花，还有一张纸。听说这是一个超级无敌神器，可以帮助你。对了，如果合成了，粉丝扣个666即可让默默强制佩戴，这也是为大家着想。啥东西啊？还要强制佩戴？神经病呀！哇，呦呦呦，哇，还真过来了，这帽子还挺厉害。两个门没提示，自己选。选错了可就这选错了不会使翘翘吧？点兵点将点住哪个就是哪个。好，我们就走这个了。把你能的选哪一个其实都一样。哈哈 哈笑死了。作者的表情就是粉丝表情包里的第三张。我给你一个表情，作者你自己体会。我看一下，回答问题才能看箱子，不然单身一辈子。龟兔赛跑，邀请猪来当裁判，请问最后谁赢了？哦，龟兔赛跑都看过呀，那个最后肯定是兔子赢了呀。嗯，我们看看箱子里，哎，一张信纸。裁判你好，觉得你说的对，好了，快给粉丝选妹妹或者弟弟吧。还是选右边吧，一路选右选到底。走，恭喜你是个弟弟哦。哦，是个弟弟哦。这是个什么牛马东西啊？如果粉丝不喜欢，点赞直接转送挑战者一个赞当一天。我可不要他当弟弟，你们可别点了，别点了。喜欢默默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再走哦，爱你们。